他自行进行的逃脱家里的行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监禁哦。啊？家人要出去旅行，把儿子关在家里锁住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还没进去啊。进去了吗？我们等，我去看一下重生点在哪里。完了，重生点是小明的房间是哪一个？未看先猜，我去找。小明的房间是哪一个？才是这个。小明的储物箱，好，就是这里。就决定是那里的、哦，嗯，很好，很好。哇，以和平模式游玩还有嘞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、哦。不要做 V1.7.10有 bug 请告知。主角的500玩私房钱，是不是写错了？主角最爱的唱片，点走，装饰。500玩是什么？500玩，对啊，500玩是什么？没东西，都是装饰。这个仙人掌很好看哦。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按钮，也看到了。哇，切换生存模式哦。好、哦，小明的储物箱。哎、欸，有五本书，我慢慢念啊、哦。嗯，哎、欸，第一个作者的话，你好，我是这个地图的制作者，我叫做纯粹路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做地图，希望你们喜欢。第二个游戏规则，不要破坏方块，请用和平模式，请不要作弊，亮度随意，开心的玩。剧情一，今天是 GTA 5，讲出来了，他讲出来了。电脑版推出的日子，我一定要在今天抢到买到。房间钥匙放在绿宝石砖上，这次是绿宝石砖哦。其他的特殊钥匙请放在铁砖上，有特别说明的例外。重复写了4次的成就表，第一个做哦，成就，啊，就这样吧，成就就随便了、啊。你找到了？找到了、啊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开的？我没有开啦。它原本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是堵在这边而已。这么简单。哎，剧情要看一下。啊，我忘了我找钱，因为犯了一条家规，被家人留我在房间房间思过。现在家人都出去旅行一周，我可以趁现在偷偷出去玩。在讲什么？我觉得剧情有点小小的不合理。请不要用此当门口钥匙，所以这不是门口钥匙。你猜猜这个钥匙是拿来干什么的呢？好啦，我们有一个钥匙可以拿来不知道干嘛了。我想想，放在铁砖上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哎，真的有用哦。有啊，他不是说请不要用在门口，那应该就是这个、啊。这个、啊、哪里？哦，隐藏门，有东西吗？没有啊，空的。应该还有吧？另外一边吗？没有、欸。有啦，房间钥匙。哦，在下面的吗？对啊。拿到了吗？给你。好，给我。有两个、欸，为什么要两个？我不知道，多此一举。保留一个。保留一个。啊，算了，不要。一个放门外。聪明。好。哥哥的房间，哇，这幅画的后面竟然有这个密室，但是这个密室看起来是个空的，看起来哦，只是看起来哦，你看那边，哎，熔炉哦，成就，传说中的转化大师，水中呼吸三，没屁用，好，再来嘞，就这个门可以走啊，只有一个门可以走，Ben Solo， 这什么？为了。所以要关灯哦、oh, 哪里可以啊，离开厕所后才要关灯。好，我们还在里面，没有东西，哎、欸、没有东西的其中一个搞不好是有东西哦、喔、啊，哥哥的房间钥匙、啊、点到了，哥哥的房间钥匙，为什么哥哥的房间钥匙会放在这边呢？真奇怪哦、oh, 洗澡咯，酷耶、欸、我第一次看到有水淋下来的浴室耶、欸哈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之前看的都没有啊，就是纯粹的浴室。哦，你是说解谜地图哦之类的，就是有类似这样的地方的话。哦、有啊，彩彩家有盖啊。Cool， 好啦，关灯。耶，有哥哥家房间。哥哥的房间的钥匙，竟然只有一个，刚不是给两个吗？呀，凤梨妹她弟一直在邀我啊。对，我也知道，我也被邀，超烦。哥房间也太小了吧，比他的房间还小哎、欸。天哪！哎、欸，不然把书丢出去了。这个箱子打不开啊！
往饭厅的走廊钥匙、啊。我们是不是和平模式啊？我们不是啊，我们不是啊。他说用和平模式、欸，哎、啊，吵死了，对外面。难怪会啪啪啪。呵，很简单。饭厅钥匙啊，就这样、啊。嗯，没东西了吗？没有了吗？啊？没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变控制感了？我摸摸看。就我就说那个放下去之后就会变控制感了、啊。哦，我不小心刚插下去。没插啦，那个是饭厅钥匙是吧？对啊。前往饭厅的走廊，请先找到所属钥匙方可通过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有陷阱！干嘛啦？没事啊。没事。为什么？成就眼力啊，这哪有眼力？这个洞在哪里呀、啊？他瞧不起我们，被瞧不起，杀了这多的没有了，没关系，之后再回这个队。哦，哦，饭厅，哦，哦，哦哦，画穿过不行，这什么、啊？没东西，桌子啊，哦、火塞而已啊。啊、嗯，爸妈的房间竟然跟饭厅连在一起，不合理。怎么这样？不合理。大门的钥匙、欸，放在白桦木上的，跟大门的钥匙，我放白桦木咯。怎么了吗？有怎样吗？剧情三啊，哪来的？喷给你的啊，你没看你头上。我就这样。请不要自行打开投石器。那为什么要做那么明显？你可以别看到的话就以为这里面有东西。烂东西。哎、欸。终于获得大门的钥匙了，马上用我拥有的金钱出外买 GTA 5。这样，画里面有东西吗？嗯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因为我想说，我可以教作者怎么隐藏这个喷的东西啊。干嘛这样？我们还要敲他们的。哎，这里有门呢。哦，总要找大门钥匙哦。哎，靠，你有啊？大门钥匙是外面那个吧？哎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找控制感哦。嗯。不是不是，对对对，不是是吗？是啦，因为他头上有两个。不是，我记得这里，哎，这里的门都过了。对啊。哦。所以他给我们两个钥匙。请先找到所属的钥匙。嗯、所以这两个是什么？大门的钥匙。大门钥匙要放在哪里？大门啊。嗯。大门啊。就这里吗？你确定？他不是说只有其他的钥匙？照理说应该是放在上面这个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传出来了，你要传出来吗？你走出去就传出去了。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欢迎来到欢乐市集，在这里可以买什么？喵喵，注意上方是有两个箱的。入场券送的100元，入场券送的100元。最上面的嘞？白粉。白粉是什么？白粉这是什么？白粉就这样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话可以跳进去来？就不行。哎、欸，还有啊，你没有拿完啊？哦，上面这里还有，这是什么？对啊，手太长了吧，与红石无关。这是什么？剧情四？哎、欸，剧情四？哎，为什么放在空中啊？剧情四哦。好，终于来到市集了。看到来今天没有人，我看到来今天没有人来这边。购物，我可以自由的购物了。他的语法好像哪里怪怪的，有东西吗？有。什么？可以降铺钥匙。啊？在下面我没有拿。下面的箱子啊。嗯。铁降铺钥匙。熔炉，白粉。铁降铺，所以先下去铁降铺。这边，这边，等一下你回来。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铁匠铺钥匙啊？这里。哪里？贴着墙壁走。哦，这什么？别以为每幅画后面都有东西。烂东西！快点来吧，我们来开铁匠铺。来哦，开门喽！来，铁匠铺，这家伙可以买到什么？绿色的石头，狗蛋换木棒。真假的、啊？什么东西？有需要跟他换吗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剧情五哎，还有很多东西哎，哇塞！狗蛋。我先看剧情五啊。
铁匠铺老板说：“小弟弟，你要买什么？”小明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小明，我是要来买 GTA 5电脑版的游戏安装光碟的。”铁匠铺老板说：“小明，你来错地方了耶，买游戏应该在游戏店买，不是在这边的铁匠铺买。”小明说：“啊，对耶。”OK， 这个要这个任务是合成的。等一下，老板说，老板突然想起了恍然，突然恍然大悟，好像想起某些事。下也许铁匠铺老板说：“刚刚记起来，游戏店的老板患了一场大病，而我是他的好。”简直太诡异了！要杀掉宝石店老板，不知道该怎么说哎、欸。游戏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游戏店老板换了一张朋友，而、哦、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他暂时把游戏店的钥匙交给我代表还。请问这张钥匙可以借我吗？我会把购买所需的游戏金钱放下。不要，除非你能答应帮我做两件事情。好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铁匠铺老板说，请帮我找回我两件宝贝，和帮我杀两个人。要杀人呢、欸？为了游戏？杀杀杀杀杀人！铁匠铺说，怎么你不想杀人？难道你不想要你的 GTA 5光碟？行，我帮你做吧。好，这是我要求你帮我做的清单，请过目。杀人后要拿到他们身上的重要宝物。天哪！哎、欸，你知道进去就出不来了吗？啊？你知道我进去就出不来了吗？恭喜你，是笨蛋吗？你出来了、欸？你没有杀人清单？没有啊，我刚……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出不来了。这剧情也太诡异了吧！我出不来了。剧情在哪里啊？杀人清单这里面吗？出啊！请先暂剧情，再看清楚。被你吸走了。什么叫暂剧情？杀人目标跟寻找宝贝的清单。先找到宝物，先找到宝物，两人再杀人。嗯。补充提示：宝石店老板似乎知道闪亮宝石的事哦。杀人目标清单是宝石店老板要找到两颗绿绿的石头，跟宠物店老板找到一个狗蛋。寻找宝贝的清单。哦。所以先杀人吗？他刚刚说什么？先找宝物再杀人。重复写的是这个成就表，不是？先找宝贝，先找到两样宝物再杀人。嗯，然后再跟他换木棒跟鹅卵石。对，啊，你先把栅栏把它围起来吧。怕逃走吗？对啊，有机会哈。有机会，这家伙机会不大。走喽，走喽。这是什么？剧情太诡异了啦。对啊，宝石店跟一定在这里。好，我来了。果然，宝石店的钥匙哪里？在这里。Nice， 来、欸、拿走了。拿走了，走喽。等等，感觉还会有什么的样子？走啊！哦，这里也有白粉、哦，白粉，白粉。哇塞，什么游戏啊？还有吗？没了。好，先去宝石店。他说要先找到宝物再杀人啊。对啊。这什么？书换绿宝石。剧情六，来哦。宝石店老板说：“请问你是来买什么的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是想要知道有关宝石闪亮的事，闪亮宝石的事。”宝石店说：“原来是这样，这颗宝石在我手里，你想要的话，可以帮我找到23个白粉吗？帮我找到我就给你。”小明说：“好啊，哦、好险，我们白粉有收。”提示：23个白粉在这个欢乐市集的市集内，找到了。妈，宝石放在我身上五个了、啊，白粉放在自己的家找不到吗？哎、欸，这边这个哪里？是吗？放在某绿宝石砖上的红色火把，要拿走吗？啊？放在某个绿宝石砖上的红色火把、欸？啊？操！怎么了？抬头啊！宠物店的钥匙、欸，走喽，宠物店喽。啊，放在某一个绿宝石箱上。不在这啊？这红色不是红色？放在这啊？这个红色火把是不是要放在某个绿宝石砖上？你帮忙看啊，转角处放一下。放在某个绿宝石砖上的红色火把。转角处吗？只有转角处能放啊！哎、欸，有，有怎么了？有东西喷出来呗？有亮起来吗？你再放一次就啪一声了。啊，应该是这个啦。不，你再、哦、你再放一次。真的？好，没事了。他在喷什么？不知道，多此一举吧。哎、欸，这个嘞？啊？这个嘞？坐隔壁哪里？这个。你在哪里？你后面啊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出去了？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哦。怎么了？这个？哦，没有，不是没有。那外面哦。你有宠物店隔壁？好吧，先去宠物店。宠物店的钥匙。我觉得我们弄错了、欸。如果是，我也是那个大门，对不对？铁砖应该，铁板应该要放在地上才对啊。对啊。对，算了，都传过来了。拉宠物店。他要换什么？铁剑。杀人用的吧、嗯？你怎么一开始就上去啊？嗯，我也要上去。好奇心驱使。
熔炉，熔炉，哦，没了，还有啊，好会藏哦，啊，哈哈，两个熔炉了没了啊？你几个了？白粉吗？对啊，七个，八个，十五个，还有八个，这里有东西。宠物店竟然有一个地下室，哇哇，有白粉跟煤炭。哎、欸，下面的杀人用的剑，这给你。杀什么？超猛哎、欸！他写什么？用来杀人与无形的剑。哇塞！寻找宝贝的清单。哦，下面有箱子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对啊。可是没东西。啊，这那个里面拿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而且他们下面是中介，不是是那个、欸。虚空啊，对啊，虚空。好，没了，都没了，就这样，没了。真假的？真的啊。我觉得还有可能，我看到了，白粉、煤炭。哎、欸，有哦，在箱子的后面，有一些箱子的后面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比较高的箱子打不开？因为他们上面那个东西，所以一定打不开吗？对，除非他们上面放半砖或是楼梯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找到两个宝贝，一个是什么？闪亮宝石跟黄金之的帽子。爬树喽！来上面快点！等一下、啊，游戏店还没有要去吗？尚未出租的蝙蝠。你说在树上吗？对啊。有找到吗？有个箱子。哦哦！怎么了？白粉。哎、欸，对面对面。你都要去啊？树的对面这边，上面好像有东西的样子。上面好像有东西的样子。到了，有哎、欸，最顶层。什么？顶层没东西，应该是它下面那个。有吗？烂东西。有。爬树高手成就。没了，就这样。没了。这是两个还是三个？两个。我看到地图了。什么地图？哦，哇哦。哇、wow ！什么都看到了，哇塞！还有看到 Brain， 居然打到丛林树苗，这超难打的。丛林树苗很难打，很难打。那边有一个箱子，捡过了吧？哪里？是，没有，应该是看过。那、欸、还有一个，哪里？你在哪？你下来才看得到。对对对，你上方。我上方。另外一边。我这边的上方。你这边的上方。嗯。哎呦喂、欸！一堆白粉，几个了？等等啊、喔！你按 shift。哦，好了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我十五个够了。OK， 加白粉喽。给谁啊？给这家伙、啊，宝石店老板。哎、欸，怎么是书？嗯，不是他吗？嗯，我看一下、喔，他要什么？啊？剧情他要的剧情四吗？那应该是丢这边啊，哪里？等，是丢那边吗？对，果然。你看不见啊。等等，我先看一下剧情六在哪里。六。所以是宝石店老板吗？对对对，你确定全部丢下去喽？相信我。好。有修了。最后一个了吗？对不对了？